如今又胆敢打少主的主意，现在自有方法助将军获得少主的认可。我命尔等立刻前往彻查邪教。不可一定要和大赵王朝开战吗？我能做到的只夺回我曾经的土地，抢夺他们的食物，才能给我蛮族继续活下去。萧大人一心想为萧老将军洗刷罪名，杀掉冥王亲口大军，独自攀上梁山。安林道肯道传老话，大赵王朝镇魔寺，惊天灭率人间，除王问道。阿里扎巴格拉玛，那本就是我父亲的刀法。